没有人能够让我称之为对手。不要在乎卡路里，你要控制你自己。踢球最重要的是快乐。不要在乎卡路里，你要控制你自己。嗨，我是你的教练弗雷亚，请操纵摇杆，移动您的球员。移动时按住加速键，可以快速跑动。脚底带有圆环特效，在你操控的球员和随着你与球的距离，在比赛中，您的队友在比赛中，您的对手会显示为灰色。使用抢断来尝试抢，点击这里，使用传球，点击这里，快让队友请传球给我吧，点击使用花式晃过对方的，他被晃开了，向无人防守的方向移动。这是球场中的禁区，在球场的底线附近射门，这些区域由于角度不好，禁区的正前方是最佳的射门区域。射门蓄力条的绿色区域为最佳蓄力区间。准备就绪，让我们来一场热身赛吧。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像长胖一样简单。让我们一起回到下半场。请传球给我，漂亮的进球。请传球给我，请传球给我，球进了，看来对手已经放弃了抵抗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，请传球给我，请传球给我，请传球给我。
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补时时间，还会有奇迹发生吗？发界外球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赢下比赛。这位球员凭借出色的表现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全场最佳。传承自伟大的红色七号，比赛不止，突破不息。代号黑莓，代号黑玫瑰，接受指令。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像长胖一样简单。欢迎来到街头足球。哇哦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请传球给我。请传球给我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发界外球，请传球给我。请传球给我。
漂亮的进球。请传球给我。五十时间，我们要守住领先优势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中场休息时间。让我们一起回到下半场。漂亮的进球，两队回到了同一起跑线。请传球给我。漂亮的进球，请传球给我。请传球给我。精彩的帽子戏法。请传球给我。势不可挡，太漂亮了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请传球给我。好的，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请传球给我。五十时间，还会有奇迹发生吗？现在守门员开始发球。赢下比赛。这位球员凭借出色的表现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全场最佳。